现在过程中也不方便多说什么，我觉得在有机会吧，就择日再跟大家报告。嗯，谢谢大家关心，谢谢。那针对吴敬颖的假球案，会不会觉得对台湾篮坛是一个伤害？你不用在现在就问我这个。嗯，不是，我觉得有机会再跟大家好好分享，这样。那因为这个过程中还是侦查不公开嘛，不过我也希望就是不要浪费这么多媒体资源或社会资源。那也希望啊，就是在未来真的找时间再跟他好好分享再说明这样子。大雅已经在香港提稿这部分会去。我这个部分我就现在目前都因为侦查不公开，对，所以我能说的并不多。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最近大雅在香港很漂亮。我觉得他不错，他不错，但是我不错。你要讲一下吴敬颖的假球案。会想要知道香港吗？有收到香港这边的通知了吗？这个检察官真正交到嘴巴，我们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一些事情？那我先问你，你在什么样的资料吗？这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过程中也不方便多说什么。我觉得在。有机会吧，就择日再跟大家报告。嗯，谢谢大家关心，谢谢。那针对吴敬颖的假球案，会不会觉得对台湾篮坛是一个伤害？你不用在现在就问我这个。嗯，不是，我觉得有机会再跟大家好好分享，这样。那因为这个过程中还是侦查不公开嘛，不过我也希望就是不要浪费这么多媒体资源或社会资源。那也希望啊，就是在未来。真的找时间再跟他好好分享再说明这样子。大雅已经在香港提稿这部分会去。我这个部分我就现在目前都因为侦查不公开，对，所以我能说的并不多。在香港应该还好吧，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就香港部分会想说特地去香港警察局做就是你就站着这样子危险危险啊，危险讲啊，站着讲嘛，就站着，好好危险啊！对，你这样子大家都危险，你也危险，我们也危险。站着讲一次就好了，我就不跟了。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方便多说什么。那因为侦查不公开嘛，那还是择日吧，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报告，再跟大家说明。谢谢大家，因为我车来了。那也各位辛苦了，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小心，车子小心。谢谢大家，谢谢。